这一则我们最新22号台风奈格消息，泥沙台风烟消云散，最怕初一的时候涨潮。 TD26 会不会转大人，请看气象。热带性低气压 TD26 22日中心位置在北纬 20.0 度，东经 120.1 度，位于菲律宾桅杆西北偏北287公里处，即在鄂伦比南南西方230公里的海面上，向西移动，时速33公里，中心气压1800帕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2公尺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0公尺。巴士海莱及东沙岛海面有8至9级强阵风，且风浪偏大，请在巴士海莱及东沙岛海面航行及作业船只特别注意。热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影响，亦有短延时强降雨，台东县兰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，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热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影响，亦有短延时强降雨，请注意山区会有短延时强降雨。家人们，请用你们温暖的心、幸运的手，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。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， Goodbye。